不会头晕啊。撞到墙壁。那是什么？那是叉烧真鲜。Miss Donna 花，没办法，生意实在太差了。三商巧福啊，没什么吃的。一，我们去前面看看还有什么东西。有。好，从这边。超人，你要飞去哪里？这边是什么？哦，十二锅嘛，摆在那。变外一边的，那我们再去前面看一下，还有别的吗？我是要拿枪变，我是拿枪。好可怕、喔！你变成魔鬼了。出茶太，啊，跟他家咧卖一个三零。